想的也就多了。在这国破家亡的时候，生离死别之苦，岂止是我李香君一个人？便是我与公子团聚了，厮守在一起，那又有什么快活呢？啊，好了好了，我们不谈这些了。啊，师父，你的笛子还在身边吗？多少时候没有听见你的笛声了，师父？好啊。对，聚精主会，我们就算再做个合子会吧。合子会？好，就再做个合子会。好，好。人心难测呀，好几个当日复社的中间，如今都成了大清朝的举人了。这有什么稀罕？听说大名鼎鼎的侯超宗在河南也中了副榜了。哦，柳师傅在外面听人家说，侯公子去应试了，只中了一名副榜。真有这样的事？是的，有人这样说。便宜，侯公子怎么样了？不要瞒我。湘君，没什么，只不过柳师傅在外面听到一个谣言，说侯公子去应试了。是谣言，所以没有亲眼看见过榜文。侯公子去应试？不会的，他绝不会，一定是有人重伤他。像他那样忠孝传家、读诗书重气节的人，会忘了国恨家仇去求取功名？那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，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。湘君，放心吧，侯公子不是那种人。是啊。湘姐，湘姐，侯公子。什么？什么？
在路上碰见苏师傅，苏师傅陪他一块来的，就在大门口。将军，相公，相君，你憔悴多了。我。都告诉我了，我这太可贵了，这里面含有多少悲欢之情，离合之感。治病的郎中到了，湘君，这下你的病该好了吧？哎呦，你冷吧？